子时是几点？子时是晚上11:59。在现代生活中，时间的记录单位是时分秒，但是在中国古代，时间的记录方法非常具有中国特色，那就是12地支。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为12个时段，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。子时指的是现在的晚上11:00到凌晨0:59，丑时指的是凌晨1:00到凌晨2:59，寅时指的是凌晨3:00到凌晨4:59，卯时指的是凌晨5:00到凌晨6:59，辰时指的是早上7:00到8:59，巳时指的是早上9:00到10:59，午时指的是中午11:00到12:59，未时指的是下午1:00到2:59，申时指的是下午3:00到4:59，酉时指的是下午5:00到6:59，戌时表示晚上7:00到8:59，亥时是晚上9:00到10:59，所以子时是晚上11:00到0:59。